欢迎蛋蛋，欢迎凋零，送你点礼物，你要送我什么呀，贝塔？嗨 ，How are you？ 我挺好的。欢迎宠儿。谢谢你虫子的小心心。内蒙羊肉，你要送我羊肉吗？我。欢迎张俊南。No see long time。欢迎寂寞小老，欢迎 QQ， 欢迎十一哥哥，该做点啥呢？帅气，我不要，你送我东西干嘛？哎，他又连我，你说我接不接？我的妈呀！咋回事？聊会儿天儿。哦，聊天儿行。对，我没有条件了。我刚才还收到了一个深海遨游呢，太好了，是一个路过的小哥哥送的。哇，好想看亚特兰蒂斯呀！什么亚特兰蒂斯？就是那个礼物。